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跟文之阿 B 逢星期四晚上九点至十点建国研习班和你飞飞三十年有用吗雨伞革命可以更加勇武起来但是班政棍左交用和理非非将整个革命鸠造化好简单咋嘛你点解喂梁振英咯你下面嗌可耻他会落台咩他不会因为你要实际行动因为你就上来撑呢台拉我落去勇武抗争香港建国每个星期二十点去到十一点会有我阿 Ray 和四眼哥哥主持新的节目素人起义素人政治四眼起义一提你就过素人政治四眼起义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翻翻嚟第二節啦，咁呢次咧更加精彩啊！因為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屬於即係國家機密嚟㗎嘛，即係中央政治局外發嘅一個自愿嘅研究組織，咁俾啲意見。係啊，嚇！咁呢節咧就要講啊，近排啊，陳雲咧就好紅啊，紅喺邊度咧？就係文匯大公咧都不斷要你做頭條，喺紅色報嗰度出現，好紅。嗱，我就堅持唔睇嘅，咁但係咧，即係起碼有一樣嘢咧，就係 Facebook 好咧，就係啲人咧就會貼咗喺即係你個 news feed 入邊啦。咁我睇到咧，我覺得事態咧又並非尋常。咁啊，點解咧？就因為咧，竟然呢個陳雲同城邦論咧，就構成咗佢哋作為一個政治新聞嘅報導嘅焦點。嚇！即係其實要變成報導系列嘅，即係有時係我哋喺呢個節目講嘅嘢，或者喺 Facebook 寫嘅嘢，有時係其他嘅傳媒訪問咁講咗一啲嘢，咁佢係好有系統將串埋一齊咁就報導出嚟。嗱，所以我都講話就即係好可能我哋喺度做節目嘅時候咧，其實咁多集咧，佢已經即係整理成為一本小冊子噶啦。或者系列嘅檔案，咁到適當嘅時候，如果我哋揾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即系唔使，我哋慳翻好多時間，就將佢直接出書嚇。編輯能力好好，係靠得住。係啊係啊，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即係近排，譬如話啲傳媒或者甚至有學生組織真係問你，其實主要佢哋關心啲咩問題，想佢哋想透過你身上，佢哋想掌握啲咩資料？好多係想問常見的就是本土運動點嚟啦，點解會有呢啲嘢咧？咁呢啲係老生常談啦。當然我會講得好快，即係好直接咁講。另外就係、是香港嘅地位啦，就係個實現主權喺邊度啦？咁如果係學生嘅刊物，或者學生譬如新聞係學生做嘅採訪咁啊，收集啲基本嘢。咁其次就係講一啲。算是深入的了，就是香港那個為什麼我要提倡華夏文化復興呢，而不是說講過去那些中西合璧啊，或者現代化那些要回到古老那些，或者甚至回到信仰啊、祭祀那些，那這是個別的興趣。那其餘那些境外媒體的採訪很多都是問的跟大公報講的差一樣，就是問我有沒有興趣 組政黨啊，就是將本土派聯合起來啊，和辱民啊，變成一個大的本土聯盟，就好似泛民咁，依家仲系泛本土咁，跟住我話要錢喎、啊，呢、這個大佬。咁換言之，我諗成件事咧，喺到而家2014年嘅四月咧，即係主要嘅關心咧，就係究竟會唔會有呢、這個即係、就是、本土政治聯盟呢個東西出現？呢代就一路咁谷嘅啦。咁我可唔可以同你代答啊？就唔喺呢度出現話咧。大
家就不需要即在呢個節目裏面啦。所以你聽就係呢個本土政治聯盟咧，會唔會喺我哋呢度口罩出現？唔會話話依家公布啦，依家要做啲嘢。係你做一個政治運動或者政特別係政黨或者組織呢個政治聯盟，你係有很客觀的基礎去做嘅。真係要錢，真係要關注成立一啲智庫，成立網台或者成立街頭嘅運動組織，成立拉票地區服務咁好多嘢，好多嘢係一啲。跟做一個政府差不多，不過當然是一個反對黨的政府，反對派的政府。嗱，呢件事上面其實多唔少我哋以前都提過嘅，只不過當其時冇而家呢個聲勢啦。咁當其時其實我哋都講過，咁但係都係一兩句嘅。咁即係如果你即係要我哋一個好清嘅答案，就好簡單，就呢樣嘢咧。就係、是、客觀嚟講，樂觀其成，即係有呢樣嘢係好事嚟嘅。我哋都係咁啊。不過就唔會由我哋去做。一來太好多繁瑣嘅日常事務，即係常務工作嘅嘢。嗱，呢個要聽得好清楚啊！因為點解咧？有啲嘢咧，唔係你想唔想做，咪係啱唔啱你做。即係我想啊，陳文，你都成一樣，你唔中意搞入面啲嘢嘅，即係你唔中意處理呢啲，即係令到你大家頭暈腦向啊，搞到好辛苦嗰啲泥漿摔角啊，或者啲 admit 即係行政嘅問題。佢難亦都唔適宜啊！個原因係我係好中意用理性分析，或者將啲事情攤開，跟住大家參與討論。而一旦呢啲咁嘅工作方式去咗執行嗰度咧，咁其實會影響效率嘅，同埋會影使到啲執行單位又識得諗嘢，識得辯駁咁啦。咁如果係做 R&D， 即係做一個科研公司，或者開發一啲嘢，或者甚至做文化教育，咁當然 OK， 絕對冇問題。即係啲員工同自己一樣係可以辯論，可以咩？但如果係話地區工作，做一個政黨嘅政務，大家就拗嚟拗去咁，結果咪拆咯。咁結果會整到個政黨生態非常之豐富啊，就生咗好即係半原本自己嘅下屬咁，跟住變成一個衛星黨咁。咁所以人咧有兩樣，有一樣叫先見之明啊嘛。咁啊，陳文呢樣嘢就一定有啦，就係、是、因為你好多年前你預見到呢個本土運動嘅興起啦，或者幫論呢樣嘢。咁第二樣你都有嘅，就係、是、自知之明，即係話知道自己個 limitation 喺邊度。我係極之民主嘅人嚟嘅，真係如果話個有黨講嘅嘢。是 OK 喂，不如你做頭啦咁，可以咁噶。咁但系我谂即系嗰個問題咧，去到依家咧，其實大家會翻嚟去睇翻就係、是，除咗如果話呢個本土政治嘅聯盟出唔出現嘅話，究竟本土運動嘅源流喺邊度咧？咁我去到今日，我覺得大家亦都即系唔需要再爭論呢樣嘢啦嚇。本土源即系有眼俾你睇嘅嚇，做過我節目，寫過我文。在 Facebook 上面出過嘢係嘛，所以我哋又唔需要爭論呢個問題。咁但係咧，跟住落去咧就係、是、本土運動，佢應該喺香港個政治嘅生態入邊咧，去發揮咩個作用咧？咁其實呢個亦都唔係太難去理解嘅。我用我哋最簡單嘅方法講，就係佢應該取代泛民。即係成為成個香港民主運動的主流，主流即係起碼係本來就應該係政府採取本土立場嘅，咁就係我哋上一集都講過啦，就係、是、一個地方或者一個政府或者一個政體政治體系，有本土運動係一個恥辱嚟嘅，本來係自本來就應該係本土嘛，政府就係執行本土利益或者本土尊嚴嘅政策咁就但係都為何就係香港係變成一個由境外領導即係、就是、中共嗰邊領導嘅一個政府咁。咁泛民邊係亦都係離地啦，或者有啲意識形態或者政治嘅傾向啊，親美或者親去一啲境外嘅地方，咁先使到香港係即係喺本土力量或者本土立場度變形成一個真空，就喺政府嗰度係咁，喺大部分嘅反對派亦都係咁，咁先整到好似本土運動或者本土力量係好似好多嘢都要做咁樣，做到趴到都搞唔掂咁。但係實際上就係如果一旦個政治風向轉變，咁政府採取政府冇可能採取啊，因為係唔係民選嘅時候，咁唯一可以逼到香港有本土力量嘅一個代理者嘅時候，就係喺政黨度，即係主要嘅反對黨。主要反對黨就係依家目前係泛民坐咗嘅位咁樣，咁所以就除非佢哋轉，但係佢哋亦都係呢個時候轉，亦都太遲。咁喺選舉或者喺其他嘅諮詢或者係喺政治影響嗰度係。取代佢係啊，咁簡單四個字就取而代之啦。咁陳文頭先對於泛民嗰個表述咧、
就我就覺得咧，就你已經係相當之人厚噶啦。啊，如果我講咧，我就相當之嚴厲嘅。嗯，整一條三炮咧，其實你好明顯就已經出賣咗香港人。係，呢個係令我驚訝嘅。啊，上次都或者對上一次都講過，佢起碼話要經過立法會審閱咁，佢連嗰呢個都冇要求到，就咁話同意。係啊，咁如果佢唔喺短期之內咧。去改變或者徹底即係自己出嚟去檢討同埋道歉嘅話咧，咁呢個黨咧亡黨嘅日期亦都不遠嘅嚇，咁即係呢個可以喺度講啦嚇。咁但係咧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咧就好簡單，呢個就係即係成個香港政治運動或者香港嘅民主運動咧，佢發展嘅一個新嘅方向。但係如果譬如話去到啲學生去問你嘅問題嘅時候咧。是不是好像 我自己覺得呢，就是他對現在這個局勢的進度呢，他掌握是相當之快。是啊。即是已經不同以前，因為前幾年呢你跟他說什麼，即是我跟他談過呢，其實都不知頭不知路。但是如果你現在跟部分這些學生去談呢，其實他水平已經超越了主流傳媒去問你，特別是西方傳媒真的問你那些問題。是啊，這些傻問題。是啊，這些重複我們在譬如在節目開始那些講那些東西，大論那些簡介。嗯，咁呢個係代表咗，即係佢哋喺呢個問題上面係咪已經開始有一個所謂獨立思考嘅一個傾向？有，而且仲係切身嘅問題啦，即係真係青年人或者係香港成長緊嘅一代，佢遭受到好多好明顯見到嘅壓迫啊，或者機會，一方面機會少，另外係壓迫佢哋嘅生存空間，咁所以佢哋逼住要諗。咁依家資訊開放啦，亦都係有網台。有網上或者有 Facebook 的媒介可以將啲嘢好快咁同時間睇到，咁結果就令到啲青年人好快掌握到自己嘅命運點解會咁樣，咁跟住解決方法喺邊咁。我覺得咧，即係我自己去評價而家嗰個即係學生同埋年青人嗰個反應咧，我覺得咧其實主要嚟講唔喺我哋嘅宣傳上面嘅。即係我哋講固然即係有一定嘅效果，但係一定係嚟自佢哋自己本身嘅動力同埋生活入邊。嗱，呢個動力同生活喺邊度咧？就係舉個例，譬如你喺學校入邊見到越嚟越多講普通話嚟自中國大陸嘅學生，甚至連飯堂都係講普通話嘅，咁有冇搞錯啊？咁而且喺好多嘅生活嘅習慣上邊咧，或者即係人際關係上邊咧，係同呢個本地學生出現一個頗大嘅距離。咁唔怕呢度講咧，就係喺我哋做節目前兩日，就係呢個喺街頭發生嗰啲咁嘅野戰嘅事件啦。即係你想唔到，即係香港年青人會做呢啲嘢噶嘛？入火中燒佛光街，咁有個著名嘅網友非常之精警講咁嘅説話。係啊，咁我哋唔需要話即係大家對呢件事有自己嘅判斷，我唔需要話去交流。但係呢事你喺香港係基本上我哋做咁多年，我哋係。不會見到發生呢啲事。如果在北歐是政治抗議的時候，偶然會做，但都是求其做一下，跟住就會有警察揾布冚咗佢啦。唔係，仲有啲意識形態係你有嘛？出嚟都即係係咪都搭翻幾個理論出嚟？即係話從用呢個最親密嘅男女性，我係重奪公共空間呢啲咁嘢。哇！呢啲你都識講嘅呢啲，個人唔好意思講咁解啫。有呢啲，係。我以為你唔識講啲嘢，即係你都有得賣嘅呢啲嘢。係，OK， 即係例如呢啲咁嘅嘢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喂，呢啲去到，喂，你即係採落嚟講，喂，同即係同你自己本身嗰個生活習慣同埋固有嘅價值觀係一個好大好遠嘅距離。頭先我唔記得，頭先嗰啲叫 body politics。body politics， 冇賣弄嚟啫。就係呢啲就係即係頭先嗰個，譬如喺紅磡發生嘅，就真係令到香港嘅青年係大開，即係大吃一驚，唔係話大開眼界啊，大吃一驚，跟住就知道自己個世界開始係俾其他嘢取代緊，即係排擠走咗。咁跟住佢哋要諗嘢。另外就係一貫霸住呢個主流空間或者霸。住呢個社運啊，或者係組織力量嗰啲咧，佢係嗰個佢嗰個存在咧，係一路冇解釋到嘅。譬如最近我譬如睇某一間大學嘅學生會講話點解加入學聯嘅咧？點解每年要俾50,000佢？跟住係又要聽佢支笛嘅咧？咁啊一路可能一路以來咧，學聯都冇將呢啲嘢解釋俾人聽嘅。咁到熟下嗰啲青年學生會開始一有。
意識嘅啫，一有 consciousness 嘅就發覺，咦，好多嘢唔合理喎，跟住出嚟，即係我哋嗰個本土運動之所以好似爆發得好犀利，係因為依家統治緊或者管制緊青年人嘅嘢，好多嘢唔合理嘅，係用個慣性咁係咪老風都泛民啊，老風都支聯會啊咁，咁當地人一諗下，喂，你嗰啲嘢好似唔多民主喎，咁跟住就出事啦。阿陳文頭先講，我絕對同意啦，係一個慣性嘅。因為所謂 status quo 現狀，即係嗰個現狀就係你唔會問個理由，即係話如果佢唔係嚴重侵犯到你咧，你係會俾佢繼續存在落去，你都會繼續去服役或者甚至貢獻你自己一啲即係資源俾佢。但係到某一日咧，你發覺原來呢啲嘢咧係唔合理嘅。不合理的情形是哪一種，就是他損害了你自己切身的利益的時候，而且還是一變成大學生就立刻自動變成他的成員，不用踢下杯都不用的時候，那就開始思考了。嗯，那這些是加上很多東西的，舉個例子，譬如說你對你自己未來的前途的思考啦，譬如你會發覺，咦，你去擁有自己的一個生存的空間的機會越來越少，那你就很多東西積聚埋埋，就一次過你會問這個問題。那我覺得現在整個本土運動，就正如我不斷地強調，就不是說因為我們跟陳文在那裡噏噏嘢就會導致，是因為那件事本身已經有客觀的存在的基礎在這裡，基礎，而這個存在基礎是由這個真的一些哲理的，即是存在危機的，即是 existential crisis， 即是忽然間想想自己為什麼這麼不妥，然後想想我為什麼在這裡，為什麼香港97之後扔掉了給中共，然後中共說一國兩制為什麼又沒有，然後就開始有一個存在的質疑恐懼，然後就會慢慢一旦年輕人或者任何的一個社會的公民或者個體自由個體懂得思考的自由個體，他一有這種質疑，身份的質疑，存在質疑之後，就開始有巨大的轉變。而這個巨大轉變呢，是有時會大到很緊要的。譬如說我們經常都，譬如以我理性來說，都會覺得泛民的選舉可能都大部分都會贏，但是有些時候是估不到的，可能兵敗如山倒的。我絕對同意這件事，就是你去到某一個地步呢，那個是產生能量的，那個能量呢是會直情是改變了你自己一些很固有的生活的習慣和行為模式。舉個例子，你開始不怕警察就去搏你，不怕警察就去拉你。嗱，呢個我就覺得成件事最大的動力喺顯然喺呢啲行為上面。係啊，即係話甚至係唔可以搏定拉就搏都唔緊要，就唔怕拉啊，即係唔怕入境局。咁入境局我就冇嘢講，跟住就四個鐘就出翻嚟咁，跟住就裁判處佢都唔會送我去噶啦。咁慢慢啲人咧經過咗呢啲咁嘅好多朋友有呢啲事例，甚至啲朋友咧14、15歲咧，跟住講出嚟就冇嘢喎，就入去兜個圈跟住就個膽就撞啦。係啊，咁呢個喺冇呢啲基礎嘅時候咧，成個行為模式係好唔同嘅，就係你入到去俾人家。哇！你可能驚成世嘅，即係你成世都會即係有呢一個咁嘅恐懼喺度。啲同學仔話：買乜你入警局？跟住如果依家唔係啦，就買乜你入警局啊！而且仲可以出翻嚟踢保添咁。係啊，咁嗱呢啲好強咗一樣嘢，呢叫 existential 嘅，就係存在嘅。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你幾年前。你曾經何時會警，即係會想象到你自己會變成一個即係喺警局被盤問嘅一個？以前淨係偶然係唔見嘢或者咩？唔係以前講啊，一個報案人嘅啫嘛。係啊，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啊嘛。咁而家就嗱呢樣嘢破咗啦。嗱，即係大家大部分人咧有參與過社會運動，開始唔驚啲嘢啦。咁遲啲會咧坐監都唔驚啦，開始係嘛嚇？呢即係你克服咗呢樣嘢，就其實基本上就冇咩嚇得到你嘅嚇。因為以前就話坐完監就冇公務員。做咁啊，有個刑事記錄咁，依家鬼咩？公務員係唔係都唔請你做？跟住另外啲商界都爆向口話：你啲咁嘅青年人，我就唔請你啦。咁好簡單咯。咁你就係成個香港嘅前途就係重新去檢討過啊嘛。咁套用呢一個尼采嘅講法，呢、這個就叫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啊嘛，重新估即係。估計一切價值，一切價值啊！其實革命嘅，心靈嘅革命，但當然呢種唔係話唯心嘅，又係會行動度出到嚟嘅。但我好強調一樣嘢咧，其實即喺呢個問題上面咧，係年輕人行先過我哋一步。即係喺九月嘅時候，我哋見到呢啲人去做呢啲嘢，其實即係好坦白講，我唔敢同阿陳文講，我自己未 prepare 嘅。即係我未 prepare 到，即係要行到呢一步。咁但係行咗呢步出嚟，你覺得冇咩嘅啫？
即係你一習慣咗，所有嘢都係如常，就係 business as usual 啫，係咪啊？嚇！咁所以而家嗰個情況好簡單，就係咧，你從譬如話大公報或者即係年輕人去訪問你咧，就係咧大家已經即係開始慢慢潛意識上接受一樣嘢，就係香港係有一個革命來臨的潛質喺度，即係城邦論，或者城邦論，或者本土運動，或者本土論，甚至係港獨思想咁，已經成為係起碼係一個反對派嘅思想嘅主流。這個最大嘅改變就係、是、以前你講啲嘢還要少少，即、就、係、是、有少少心怯，或者諗下講唔講。咁而家後生仔講。講咗之後冇咩大不了啊嘛，同埋港獨都真係想講都幾難。依家咪我仲特登整咗個名叫建國，咁容易講啲啦。後屘就發覺唔使啦，港獨就港獨啦咁。係啊，咁突破咗呢步咧，其實一個即係雖然大家會覺得純粹係齋噏，但係咧嗱，而家好多人都仲話齋噏嘅。但係齋噏講咗出嚟之後咧，這個已經其實跨越咗好大步噶啦。好大步嚇！以前都唔怕坦白講啊，以前喺97、98嗰段期間，我投稿嘅時候，嗰啲某啲報刊都係好小心，連本土兩個字都避免。我要改咗用本地嘅大佬嗰個時代。依家本土已經成為大家嗌嚟嗌去啦。咁所以你見到個情況好吊詭啊！一方面咧，那個所謂打壓就越嚟越嚴重啦，即係譬如話你行出街咁樣俾人出搏你啦。咁但係咧，你發覺原來咧呢啲所謂獨立啊、港獨啊、本土啊、城邦啊，完全係解禁曬喎，只係由呢個人大委員長親自講出嚟話香港有城邦自決運動咁，呢個中央係絕對唔同意，即係類似咁嘅嘢啦，即係因為透過范徐麗泰轉述，但係起碼城邦已經出自呢個所謂中共國會嘅議長之口。係啊，所以有陣時你覺得即係政治好吊詭一樣嘢咯。即係唔係話哦嗰個人，即係或者嗰個政黨咧，或者呢個極權嘅政府咧，佢完全禁止你嗰樣嘢，嗰樣嘢就必然不能即係出現嘅。嗱，舉個例，譬如話咧，即係以前你譬如講藏獨啊、疆獨咁，哇！即係好小心，即係就算我哋自己都想。當年啊，陳巧文即係一個好激烈，亦都係好先進、好前進嘅社運女英雄，就係因為舉到個藏獨旗，就俾好多民眾拋棄咗。咁依家啲人就發覺點？點解當時咁傻咧？咁啊，嗰個事情嗰個轉折咧，我諗都有少少奇怪，因為佢講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呢個半島運動唔係冇，咁但係即係冇而家呢樣嘢，咁啊搞到即係佢一個人啊，俾啲狗仔隊啊，走去騷擾啊，成咁樣搞到佢都即係嗰個時期都謝咗啦。咁而家聽講喺澳洲啦。咁但係一到而家，即係香港年輕人講嘅時候咧，一人多講嘅時候咧，發覺呢樣嘢就係完全冇曬嗰種咁嘅壓力，或者冇咗咁禁忌，因為冇人即係咩某某周刊走狗仔隊跟住呢啲而家阿世眼哥哥啊、阿 Ray 啊呢啲人咯，完全已經冇咗呢啲嘢，或者舉龍獅旗啊，舉呢個鳳凰旗，或者舉米字旗咁，已經成司空見慣，或者好多人嗰個手袋或者嗰個帆布袋已經係米字旗，或者個手機機殼已經米字旗。咁而家已經唔覺係咩一回事。咁所以我哋即係去睇嗰陣時候咧，即係大家而家去評估嗰個形勢。你從一真單循環接受個訪問，你已經知道咧，基本上已經係一個不能去消滅、不能攔阻嘅一個運動。而呢啲年青人或者有一啲媒體嘅訪問，有啲甚至啲境外媒體、台灣媒體嘅訪問，都已經去到係。咪你第時建國或者建立自己一個獨立主權嘅時候，你係咪用華夏文化嚟做主噶？點講到嗰步啦？咁我就特別有興趣咧，譬如台灣嘅嗰啲個傳媒咧，你覺得佢哋問呢個問題咧，係咪往往同佢哋自己嗰個身處嘅處境係掛鈎嘅咧？會，佢哋都係諗緊呢樣，不過佢諗緊去中國化咁你嗱呢邊係再中國化或者再華夏化，佢邊去中國化咁形成一個古怪嘅一個合作關係或者互補關係。咁我其實覺得咧，就台灣咧喺即係思考呢個問題上面咧，佢第一樣嘢一定要立足佢自己本身嘅本土嘅本位啦，即係佢自己作為一個曾經何時作為一個日本嘅殖民地嚇，再加以長時間嘅所有呢啲爭取本土運動嘅人前仆後繼，喺呢個基礎上面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唔需要太多嘅顧慮或者咩。你諗你自己嗰個歷史，其實已經 OK 嘅，已經係一個悲壯嘅歷史啦。即係228跟住美麗島嘅呢個慘劇嘅兩單嘢，諗埋一齊已經係嗰個。
台灣建國或者重新立憲咩咩都好啊，或者台獨都好，嗰、那個應該一條路應該係直去噶啦。嗯，如果至到講到話即係華夏文化建國嗰樣嘢咧，我台灣就唔需要同香港去爭嘅，因為香港嗰個情況咧就完全同你哋唔同嘅。香港嗰個就因為一貫以來呢度唔係一個境外嘅政權，移咗過嚟嘛，一路都係一個英國嘅附籍嘅一個自治。近乎共和國咁嘅嘢嘅自治體系，或者自起碼類似自治領咁樣，雖然個名唔係冇，我哋冇自治領呢個名啦，但起碼係類似嗰種咁嘅方式嚟成立一個自給自足嘅政府啊。咁跟住就係97之後就將個主權移交咗俾中共，但係呢邊個成個政府架構生活方式完全冇變噶嘛。咁故此我哋有一個自主自足嘅一個政體嚟，我哋自己亦都係英國保留咗好多舊嘅華夏文化、舊嘅英國遺風，或者係東亞波斯好多嘢留喺度。咁我哋嗰個國家嗰個論述係同台灣係唔同嘅，即係台灣係一個好受到好大嘅境外政權，一中華民國政權帶住中所謂現代中國嘅嘢嘅壓迫，所以佢哋要去中國化。咁我哋去中國化嗰個需要係唔係咁大？係啊，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個大家地理位置唔同。即係香港，我成日好強調一樣嘢，就係一個以華夏文化為主嘅一個國際城市。即係呢個又不是台灣那個地理位置是他哋需要肩負呢個責任嘅嚇。嗰陣就是、譬如好多，譬如大陸仲喺鎖國期間，啲人要睇中國就嚟香港啊嘛，即係望一望啲祠堂咁，雖然細細間都好啊，都係華夏嘅嘢，咁嘅睇下港產功夫片啊，雖然係南方嘅拳啦，睇就啊呢、這個叫 Chinese 功夫啦，代表全個中國嘅，咁雖然仲有好多北派嘅嘢，但當然我哋。南派為主，咁跟住代替全中國。咁我哋過去係有呢種形象，亦都喺呢種形象度建立自己，亦都得到利益嘅，得到我哋文化推廣或者係個城邦形象。嗯，咁但係咧，即係兩地嗰個互相嘅交流咧，我覺得咧係可以喺充分啲互相尊重嘅條件之下就去做嘅，所以嗰個冇問題嘅，即係大家入得閒批評一下，或者大家去即係討論一下咧，冇問題嘅。剩得落嚟一樣嘢就係、是、咧。至於英文的傳媒呢，又簡單講一句啦，即係時間唔多，只要接受再教育，即係好次次都係由零開始講。雖然已經有進步㗎啦，咁但係咧，基本上咧，去 pick up 啊，即係而家香港個最新喺城邦或者本土政治方面嘅論述咧，係遠遠不足嘅。咁我諗咧，最大嘅問題咧，佢仍然停留喺所謂即係80年代嗰種即係香港泛以民主黨為首嘅泛民嘅嗰種咁嘅論述方法入邊咧，仲係普世價值啊、國際公民啊嗰啲咁嘅嘢。嗯，咁我相信咧呢、這個即係喺大概未來一年咧。基本上可以扭轉得到嘅，咁、個原因咧，亦都係靠咧，即係因為我哋知道咧，開始有幾位啊，嚟自不同嘅地方嘅外國人士咧，係相當之關心香港嗰個本土運動嘅。咁包括有嚟自美國啦，包括有嚟自英國啦，包括有嚟自澳洲啦，都有嘅。長期跟呢個題目，跟咗都唔係長期嘅，起碼有三年。有三年啦，咁嗰個即係情況咧，即係希望咧就喺嗰個英文嘅媒體入邊咧。即係如果呢啲比較跟得比較足嗰啲咧，佢去再透過佢哋嘅方式去表達出嚟，咁慢慢咧就即係喺國際上咧呢、這個即係香港本土運動咧，佢會得到個國際上面嘅認識嚇、認同咧就稍遲噶啦，因為呢個需要一段時間嘅改變嘅嚇。咁、我相信咧，即係陳雲亦都即係喺佢自己個 Facebook 度邊咧，亦都有足夠嘅條件咧。去令到他們去知道這件事啦。咁但係個原因就是因為咧，原來而家好多呢啲外國記者都肯睇下中文嘅，好多識中文嘅，又唔係好難睇啫，即係慢慢睇就睇得明白。亦都開始咧，即係可以喺 Facebook 入邊咧去睇呢啲即係港式嘅表達方法，係嘛？雖然對佢嚟講一定嘅難度嘅嚇，咁但係咧，我都係始終嗰樣嘢啦，就係、是、如果假如咧你有某雜誌嚇。咁仍然選呢個黃之鋒作為一個香港嘅政治領導咧，咁呢個一日呢個日，即係呢種咁嘅睇法唔改變嘅話咧，就需要繼續接受再教育嘅，同埋會被即係當然佢哋嘅時代或者佢嘅權力掌握佢代，但起碼會被香港人拋棄。係會俾人拋棄啊！咁講到尾就係好簡單啦，即係你香港自己搞咩，咁自己搞出嚟。搞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自然會有人會暴力，或者自然有人會清楚你噶啦咁所以即係大家繼續努力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